国务资政尚达曼呼吁金融服务领域加强同政府的合作。他指出，坚固的私人和公共领域合作关系可加强我国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。尚达曼在出席一个亚洲金融市场论坛时做出这个呼吁。尚达曼也表示，我国致力于同国际市场保持紧密联系，并希望推动亚洲的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。We intend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Singapore together with our counterpart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. And the two key motifs in all of this are strengthen public-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think of innovation in everything we're doing, going beyond what we normally do.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也说，全球经济结构转型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。陈胜辉也说，尽管国际法规不断变化，我国也面对供应链中断以及持续攀升的物价等挑战，但我国的政治局势依旧稳定，一直以来也致力于守法。此外，全球向绿色经济转型以及数码化的趋势也将对我国的经济产生影响。